萌萌萌，超级萌！今年暑假最可爱无敌的夏季杯乐活足球赛，8月22到23号在辅仁大学开踢了。比赛为五人制，共分为 U8、U10、U12、U13等组别。这是台北市都会乐活足球协会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比赛。虽然这次比赛因为台风而带来些许雨势，但足球小将们的热情丝毫不减。来自台湾各地一共有107支队伍，各自展现赢球的强烈企图心。比赛一开始，活泼可爱的足球小将在场上尽情奔跑，专注的模样和奋力一搏的拼劲，可说是完全不输给大人呢。小朋友们认真的态度和天真无邪的笑容，充分展现出对足球的热爱，也让我们看见台湾足球的希望。随着世界杯带动足球狂热，促使全民参与足球运动，也让台湾开始重视国内足球发展。台北市都会乐活足球协会致力于推广基层足球，从幼儿启蒙阶段开始培育足球运动人才。乐活足球协会推广足球多年，从营队发展到俱乐部形式，带领幼儿足球蓬勃发展。随着加入足球运动的年龄层降低，也让台湾的足球环境更加进步。乐活足球不仅让小朋友玩得开心，也让家长和孩子有更多美好的亲子时间。这么活泼有趣的运动，邀请您全家大小一起加入乐活足球的行列。 Freedom Sports 辅大综合报道。